100秒秀世界来看到拥有超过400多年历史，位在英国伦敦市中心的历史文化景点索麦塞宫发生大火，阵阵的黑烟密布，烈焰直窜。 伦敦上空，而其实它就在泰晤士河畔哦，历史可以追溯到1547年。这个建筑物过去可是一座皇宫，不过现在已经是一个艺术文化跟娱乐中心。